是不是都来了？今天教大伙做一道海鲜，海裙带头洗三遍，泡一个小时，再头一遍，然后咱们给它切成条，然后咱们再横过来给它切成小段。都不知道此菜叫啥名了吧？告诉你们，叫秘制海带。往下看吧。切好了海带呢，不用头，直接装入盘中。做海带呢，一定要来点葱段，再来点姜片。锅中呢，不要油多，小半勺油就够用了。咱们下入呢，葱段和姜片，再来点呢秘制料粉，没有可以放十三香，一定要把底料炒香。加入一品鲜酱油，小半勺。六度的白醋呢，也来小半勺就可以了。白糖呢，也来小半勺，精盐和鸡精各一勺。下入切好的海带，再加入一勺蚝油，再加入一勺清水，小火烧至2到3分钟。每天呢，管大家伙要红心，真的不好意思了。但是啊，不朝你们要，你们也真是不给我点呐，就给我点一颗吧，感谢支持了。小火收汁，收干汤汁，撒上芝麻，秘制海带就制作完成了。好吃，还入味，还简单，您学会了吗？感谢您的一路支持与陪伴。